好了，来到会场啊！现在起大雾，起大雾。然后我是从后面的，因为我摩托车停那边的，所以我不是从那路口，所以我走了200多公尺来到这边的。然后现在要去把拍一下这边，看到，有看到这边。对，好了，然后把我的这些东西拿去那边放，等一下这边带兵。目前会场是这样子，天还没亮，人还没很多，会场这边，下一段见。好了，现在5:30左右了，绕一圈，大家都在准备啊。起个大雾。遵守在这个条件打完3剂疫苗，进场前完成快筛试剂阴性的一个检测之后，才来参与这场赛事。这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获得国际赛道的认证。Hello， 我是半马组的，离起跑还有14分钟。等一下我会拍记录了。今天天气是蛮湿的，能够尽情享受，蛮潮湿的。规划的一个新的会场在这样子。那沿途今天就是不是跑成绩的，是跑拍纪录片的，还有20分钟让我拍。OK， 好了，下一段见。欢迎天龙，嘿，嘿，嘿。剩最后1分钟要起跑了，这是2022年，人真的很少很多，跟2019年那时候跑全马差很多。不过人半就不错啦，真的。今年我们的金门马拉松第15年，在我们充满历史记忆的英雄岛上面，我们要一起来跑出新纪录。当然，更重要的，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热血跑者们。安全第一，健康第一，所以呢，邀请大家呢，也要多多留意准备啦的状况，不要勉强。那么同时呢，再次提醒各位，剩不到一分钟了，天雾比较大，所以要请各位务必留意。现在我们准备好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终于起跑啦！是起跑！终于起跑啦！我会拍一下影像做记录。全部只有20分钟可以跑。选手们也别忘了跟我们的摄影机挥手哦！会拍！加油！起跑啦！好了，快18:88公里了。哦，今天天气很热，我太久没有跑了。快19公里了，快到了。还有现在没有出什么太阳，原本想要拍啦，可是跑到第10公里过后，左边的大屁股这边的大腿就抽筋了。11公里右边的换右边、啊，所以就是跑到一直走走停停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反正我就是5小时以内嘛，现在2小时32了，跑不动了。OK， 等一下到最后一个水站，那边要记录一下。19公里了。外面都是步兵啊，跟我一样都是步兵啦、啊、来玩的，所以没有打算跑成绩的，所以千万就是顺顺跑就好，不要让腿受伤。
啊，你看十公里就那个了。水站最后一个水站啊。OK， 前面都没拍了。然后到这边不用走的了，你看，那水站，哇，反正也跑不动了，反正也跑不动啦，我觉得布局还不错啦，只有前面那个比较那个，啊，要喷一下比较好，这边，两个大腿这边，2201，两个这边一样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补给啊，吃不下了，真是要喝水而已，真的吃不下了。还要报半马而已啊，完全都没有练的人。人跑完就脱下了 ，OK。OK， 总是拍一些记录比较好。我今天也算蛮认真跑了，我算蛮认真跑了，因为毕竟没练嘛。然后这边这样子，快到了，等一下要过19公里，快过镜片了。OK， 还好没有报全马，全马真是要练一练了。OK， 有了 BB， 好啦，最后快完了，最后做记录，快到了。快到了，加油加油！现在已经21:02了，想拍他终点。快到了。台长，跑不动了，快到。快到！两小时55分，27秒 ，OK。跑完了，好啦，跑完了，真的是休闲组的，嘿嘿，噔噔噔，半马，第一次是拿全马，第二次是拿半马 ，OK， 反正是来玩的而已，来玩的而已，跑完了，腿很酸欸，真的。不然有常练这个半马，对我而言是懒散的，好不好？没有练就是铁腿啊！跟你讲，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拿到我的那个了，第一次的半马 ，OK，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个是拿全马，所以我是从最难的开始跑，然后这个算好玩了，可是也是会铁腿哦。OK， 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最后请你们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